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。就这款蓝莓叶黄素酯软糖呢，谁是 18.9 买的10瓶，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啊，都给您卷到什么价格了。厂家呢是 18.9 啊，给咱发10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 15.9 啊，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酯软糖。咱家的款蓝莓叶黄素酯软糖呢是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啊，并且呢是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，咱吃着更放心。好的，哥姐姐呢一直私信老弟，就说咱家的款蓝莓叶黄素酯软糖呢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其实它这个是不挑人群的，就是像咱平常眼干眼涩眼疲劳，经常 iPad 手机不离手的，经常在强光底下工作，在电脑底下工作的朋友啊，咱都可以去吃它。像小朋友呢经常玩 iPad 经常玩手机啊，经常打游戏的，经常照台灯写作业的，像咱家里的老年人呢经常刷短视频经常看电视剧的啊，咱都可以备上一瓶蓝莓叶黄素酯软糖。大人呢咱一天吃两次啊，一次吃3粒就可以，像小朋友呢咱一天吃两次，一次吃2粒就可以啊。看一下啊，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，特别 Q 弹。它这个味道呢就是 QQ 弹弹啊，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，像吃了一颗小糖果似的，蓝莓口味的。并且呢咱家的款软糖啊真实的添加了叶黄素酯。叶黄素酯呢咱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眼睛的一个保护伞，通常呢是需要外界去获取的。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 DHA 藻油和胡萝卜素啊，真的对咱们啊特别的好。今天老弟这下单呢直接给您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 15.9 啊，给咱发10瓶这个蓝莓叶黄素酯软糖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 15.9 给咱发10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